你长得就像李娜，我不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孙子。你让你绕进去了，我是警察。年轻人，你把自己戏神你都忘了？请大人还看动画片？这男人就得看足球。我们这是淮县小区，他们不应该收费。别不了解情况就向着他们，这事不是你想那样。我不管这事什么样，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出行啊？挪走。 我那个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一起民事纠纷，处理一下，所以迟到。齐峰，你记住，我的耐心不是时常有的。别让我对你还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就开始失望。你说咱这雨所看着和颜悦色的，发起火来那么凶，和颜悦色？嗯，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新世界？齐峰，你行啊！头天上岗，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，你再长长本事，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？ 我告诉你，我于家不讲情面，在系统里是有一号的。我不管你在之前的岗位上是怎么表现的，再待在我手里，我立马把你打回原形。我告诉你，于所批评人那是家常便饭，天塌不下来啊，这凶手找着就得了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么了？没得可说的。不是，不了解我，看不透。 还是我这个人一无是处，不值得你评价。不太像个女人。这是我妈妈留下的遗物，遗物你知道要是什么？你带这么个傻老头回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让他把这个东西摔碎了？我们家不是救助站，也不是养老院，你是个警察，你就应该出去抓坏人、抓小偷。你不是出去捡人回来、带人回来？ 谁都比对我好。我爸越来越糊涂了，身边离不开人照顾。我妈走得早，就剩我们爷俩。可是我爸现在，这根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一眼看不住就出事儿。好几回，我爸走丢了，幸好我给他衣服上缝了联系方式。你爸这是运气好，找到我们派出所了。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？你年轻是吧？长。 得有漂亮，工作能力强，啊，你这厉害啊，稀有动物，吃块糖，小小气儿。心做嫁娶一切，这世间演一生，我愿为你点盏灯。如果没拆穿的天分，那就学会为你留下一道心门。